上神，哎，上神，我在尿尿。上神驾到，素锦不胜惶恐。素锦揣摩上神的圣意，大约是来问君上的近况。若说起君上来，凡事的那个素素同君上处得很好，也将他照看得很好。如此这般自然最好，夜华这厢有你照拂，我便也放心了。所以今日我便来照拂照拂你。素锦，本上神这双眼睛你用了300年，用得可好？你方才说什么？怎么，这双眼睛你用着用着就忘了它的来历了吗？300年前，本上神经历情劫，丢了双眼睛在这儿。今日想起来，便特意过来取。你是素素？你说是你自己亲自动手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动手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回事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到底是你自己弯，还是本上神替你弯？那个女人，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。她明明只是个凡人，不会是你的，不会。凡人怎样，神仙又怎样？只因我300年前化身为一个凡人，脓包了心，就准许你这个小神仙来夺我的眼睛，诓我跳诛仙台吗？看来你是不忍心自己亲自动手了。本上神近来人逢喜事，酒喝得多了些，手可能有点抖，弯的时候会有点痛，你多担待。不要挖我的眼睛！不要挖我的眼！很好，300年前你就喜欢装柔弱，我时时见你，你都在装柔弱，你就不能让本上神开开眼，看看你不柔弱是什么样子？那日夜华弯我眼睛时，对我说：“欠人的，终归是要还的。”之前你的眼睛是怎么没的？我们两个心知肚明。我的眼睛是怎么跑到你眼眶里的？我们两个也是心知肚明。我就是想要问问你，我怎么就不能拿回我的东西了？我的眼睛放在你那儿放了300年，怎么就变成你的东西了？
300年前的事，天君悄悄就给办了。今天的事我便也悄悄办。你欠我的事情一共是两件，一件是眼睛，还有一件是诛仙台。眼睛的债今日我就当你是还，至于诛仙台，不如你正儿八经的从诛仙台上跳下去，又或者你去跟天君说，用你微弱的仙力去镇守囚禁秦苍的东皇钟，永生永世不得再上天宫。我绝不。不错嘛，终于勉强硬气了一回。那你的意思是希望本上神亲自去跟天君说？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，此一时彼一时，到时候我跟天君说的可就不一定是眼下这一套了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去找药王吧。娘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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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正要去找天君要说法呢，你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恶毒了。当初你陷害我姑姑推你下诛仙台，害得太子殿下把她的眼睛都给挖了。我姑姑伤心欲绝，从诛仙台上跳了下去。这双眼睛本来就是我姑姑的，自然是要还给她的。你休要在这血口喷人！我怎么会知道当初的素素就是你的姑姑？就算我知道她是你姑姑，可又如何？她假扮柔弱推我下诛仙台，伤了我的一双眼睛就要赔给我，哪怕她是上神也要赔给我。你，哼！你们青丘的女人是高贵，一个个生下来都是地基，可又如何？难道我天族的女人就该被欺负吗？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恶毒啊？事到今日，你还在污蔑我们青丘？你姑姑推我下诛仙台在先，还我眼睛在后，我有什么错？难道她是上神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呵呵，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九重天！我告诉你，白凤九，你别以为仅凭你们姑侄两个说的话就可以颠倒黑白。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你姑姑她都必须给我一个公道，将我的眼睛还回来。素锦丫头，听了半天我怎么没听懂啊？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会和青丘的人有争执？叔伯，是青丘白浅，他挖走了我的眼睛。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挖你的眼睛？他就是当年的素素。白浅上神是当年那个凡人，不错。你不要听他胡说，他满口胡言乱语。告辞！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不要以为有青丘给你们撑腰，就可以在这里大呼小叫，真是没有规矩。叔伯，你们现在赶紧带我去大殿，我要一五一十的向天君禀明此事，哪怕最后要我们向青丘低头，我也要把这件事情给说清楚。我的眼睛不重要，
重要的是我们天族的颜面。素锦丫头放心，是非曲直到天君面前一说就知道了，不用怕，我们陪你去。好，走。走。绝对不能让他去蛊惑天君，他才是颠倒黑白的那个人。你不要拦我。跟我走。就像痛在昨日，什么大义，什么道理，什么为了维护我这一介凡人而不得不为，我全不相关。我只记得宿在一览芳华中的一个个孤寂的夜，一点点被磨尽了卑微的虚妄。夜华，你让我如何与你成亲？